我本以为，当我们再次相见时，你能让我刮目相看，没想到你还是废物。千真万确，你又来这招。 要怪就怪你自己太没用了，好可惜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太没用了。请一绝，让我重新跟随你吧。武神的传人，他能成为新的容器。 我会好好奖励你的，幽兰，算是你将功抵过。请听我解释。闭嘴，你想说什么我知道，晚点听也无妨。 这个没用的容器，就该。